吴若琳总统就职之后，国民党立院党团会依照宪法规定邀请赖清德进行国情报告，也要采取提问及答的方式。那总统先来，阁揆在进行施政报告。那朱立伦认为说，按照这个宪法的惯例，对于宪法乱象、两岸和平稳定，甚至还有能源的政策，新总统应该要表达正确态度。 几十年来啊，大家都一直希望建立这样的宪政惯例。我觉得520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。赖政府又是一个少数政府，我觉得赖总统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啊，要建立这样的宪政惯例。尤其是现在未来的内阁，大家都知道是一个最听话的内阁。那既然这样子的话，赖清德一直就是最大的一个政策方向。那到底对于这些最近的这些司法？ face 的问题，或者是监察院的乱象，或者是很多宪政的乱象，两岸的关系到底要怎么走，或者民众关心的重要的能源、环保，还有健康的议题，或者是财政划分法等等，这些重要的议题，我觉得赖清德有必要啊来立法院做国情报告。我想这是建立宪政惯例的最好的机会，民进党啊绝对要说到做到。 真正的是他为国家、为人民做了什么事情？民众选赖清德也好，民众支持徐巧芯也好，民众支持这些重要的政治人物，是希望他能够多为国家做事情。 那么今天准总统赖清德有公布了最新的一波内阁名单，也是最后一波人事名单了。大家就在聚焦国安团队，而同时赖清德也跟对岸喊话，要中国大陆自信一点，面对台湾人民托付的民选政府。我们再把时间交给梁浩。 好，主播观众，新政府的内阁人士今天是公布了最后一波，因此准总统赖清德也来到了现场。因为这一波呢，是国安的人事，包含了国安会秘书长吴钊、谢外交部长林佳龙，还有国防部长顾立雄。那这一波的人事呢，当然就是牵动未来台湾的外交以及两岸政策。因此，赖清德也特地向大陆这边来喊话，来听一下现场的最新话。我非常期待。 就是说，中国要有自信呢、啊，要愿意面对台湾人民托付的民选合法的政府，这样才是两岸交流的正道。如果一直不愿意面对台湾民选合法的政府， 而只是跟在野设定前提之下的交流，这不会得到人民的信赖跟支持。长此以往，对中国也不见得是好处，对两岸的和平发展更不会带来正面的影响。 好，赖清德对大陆这边的主张，他一直是表示说，其实从过去2015年他就主张两岸必须要相互的谅解、互相的来尊重，这一点都没有改变。至于现在的一个情况呢，由于在野党是不断的到大陆这边来去访问，那赖清德则是呼吁大陆应该正视说，这是台湾民选的政府应该跟这边来做对话，这样对两岸可能才会比较有帮助。以上掌握最新情形，主播。 好，接着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习近平在4月10号也会见马英九。那么有提到的是，乐见大陆的民众可以去台湾走走，被解读是希望可以释出开放两岸旅游的一个善意吗？那么国台办在24号也特别说了，要采取的是积极措施推动，也包括旅游两岸交流，并且呼吁要解除禁团令。那希望呢，可以开放两岸的民众多多交流交往。那旅游界也认为说，大陆现在已经释出了一个善意了，那我国现在 应该把握机会啊，化解僵局，有来有往，和两岸和平交往，至少要有这个陆委会层级的单位做出一个最新回应吧。那我们就要来看到的是，这个朱凤莲就特别说啦，这个民进党当局如果没有解除禁团令的话，没有开放大陆的居民到台湾旅游，那这些阻碍是不会消除的，唯有正常的交往才有创造有利的条件。那么在今天，国台办也有举行例行性的记者会，那发言人朱凤莲也有被问到相关的
其他的话题哦。我们稍后来看到 ECFA 的问题。那我们就来看到的是现在呢，这准行政院秘书长龚明鑫呢说，如果大陆对于台湾施出善意，就别再挡了，放手让台湾的这个观光客来交流是马上可以做的事情。那旅游界就说就期待啦，就是现在我方可以呢把握这个机会了。那现在赖真也说了，希望可以这个即刻宣布恢复台团到旅的大陆交友，旅游哈，两岸呢可以和平的正常的交往。那刚刚有说啦，联合报就特别写说，关键在于执政者的一念之间呢，到底要不要把握这次机会？别人丢了球，你该不该接？因为呢，毕竟我们要看到的是，现在的 ECFA 问题嘛，因为今天朱凤莲就被问到 ECFA 的这个是否要这个早收清单的相关问题，是否取消等等相关做出回应了。他说，如果民进党政府呢还是坚持台独的话，那么国台办支持大陆的商务部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呢520前后哈有其他的一些招出现，那他们也要再出招了。那 ECFA 的早收清单到底以后不会被取消呢？他就说，那当然就是要看我们这个民进党立场了哈。如果立场依旧是台独的话，那还会祭出更严格更恐怖的一个相关措施了。去年六月呢，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再次的访问中国三天，那24号下午也搭乘了专机有到上海去。台湾的问题这次一定也是会被问到的。那26号就要到北京会见的是中共的这个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，并且呢，其实他们也会为这个拜登访问中国大陆来做一个铺。大家就在讲了，且期待这访陆的三天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局势变化了。其实我们就要来看到是布林肯在24号抵达上海，展开为期三天的访中行程。那么这一次呢，在社群上他也特别上传了一段在上海外滩录制的影片，背景可以看到东方明珠，他也说了跟中方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，希望这一次在上海跟北京的会晤可以展现相关成效。 Face-to-face diplomacy matters.It's important for avoiding miscommunications, misperceptions, and to advance the interests of the American people. I look forward to productive meetings here in Shanghai and in Beijing.好，这一次的行程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凑哦。那么在这个美国大使伯恩斯的陪同之下，他参观了豫园老街，品尝了小笼包美食，也看了这个中国的直栏。而面对呢现在未来的这个季后赛，他也说其实很有趣哦。那现在还有说跟商界领袖会面，跟学生们来面对面交流。25号抵达北京跟外长王毅来做会谈，港媒就指出了布林肯可能会跟习近平碰面，为美国总统拜登的访中行程来铺路。继续来掌握的是24号下午，布林肯抵达上海，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行程。专机落地没有铺设红毯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看到这画面，他就是这种轻快脚步走下了这个楼梯，然后当然这个双方也都握手。蔡正元在昨天拉晚报节目中都特别说了，马英九在北京的时候呢，是派国台办的副主任来接，布林肯到上海则是上海的外事办公室主任来接机，似乎。有一点点冷淡呢，我们听他怎么说。这个好像旅行团，不像那个外交上很正式的接待。毕竟美国国务卿哈，在美国的政治地位啊，事实上等同于其他国家总理的位阶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它翻译成国务卿？他不只是外交部长，很多人以为说好像美国国务院专管外交，没有做专管外交，但是。他的位阶比外交部长还高，因为他身兼美国总统府的秘书长，美国总统重要文献档案，包括美国总统像尼克森辞职的时候是递辞职信给国务院，好，你这就知道说他具有这种，总统府秘书长的资格。当然，总统会有个幕僚长，那幕僚长不是整个国家的秘书长，所以国务卿这个位置哈，中国发展很巧妙，他的 Secretary of State 如果他直译叫做。国家的书记，好，位阶很高。那这个样子位阶的人，当然有专机啦，而且专机上面有他的 logo， 你看呢？哎，照片上就是他的 logo。对。可是下来，这迎接仪式好像寒山呢。不过当然，因为这也是在上海啦，哈，不像是在这个首都北京。你要想想看哈，马英九去都没有直接到北京的时候。人家也是派国台办副主任出来接啊，那上海外事办主任位阶是不高的，他是一个市里面的外事办，他不是
外交部的副部长跑来接他，这个好像有点冷淡了哈，就是不那么一回事。那如果照大陆媒体所讲的是大陆邀请他来，那而且还大陆还公开讲说要跟他谈五大议题，对，这五大议题都是在表达这个大陆的积极坚定不准跨越的立场，所以表示请布林肯来画押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们谈好，每一道红线我们该怎么解决。所以布林肯也知道这是一个硬仗，所以来之前开始就讲了有的没有的啊，希望邢硕士他还是一个强者的角色，他可以帮这个美国得到一定的利益，他可以帮拜登在竞选的时候加分，对，这可能是他唯一能够做的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，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斐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